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陳樂琪願以你譚佩蓮為我合法妻子。因為我要娶老婆，阿曹阿曹嫁俾我，跟我一世做我老婆。99,999，即刻接你兄弟聽到即刻走。嘿，嗱 ，OK， 又揾翻我新隻手嘛。Thank you.
願意你陳樂琪為我合法丈夫。